我今晚吼要来吃泡面。我好饿。Can you help me cook? How much? Thank you very much. 啊，那我去楼上吃就好了。这是我来 PIA 的第一个周末，学校准备的城市导览给我们这些新生去逛一逛。坐吉普尼出发喽！出发喽！有！好兴奋，好像没坐过车一样。吉普尼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它在菲律宾呢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，可以说是随叫随停的公车。有时候走在路边呢，司机都还会按一下喇叭问你要不要搭。吉普尼的外观呢，通常都是五颜六色的，所以就是有非常非常缤纷的色彩，很难不看到它。因为车费真的很便宜，最低搭乘费用呢只要大概7披索，大概台币5元左右。如果来旅游啊或读书，真的可以省下不少车马费呢。The Mansion 这个地方呢，是建于1908年，以前呢是美国殖民时期的将军住在这里，但现在呢是菲律宾总统在夏季的时候会来这边办公的官邸。这边是必要踏青的好去处，在这边呢可以体验骑马的乐趣，会有专门的人牵着你的马吼在公园里面绕，不用担心没有骑马的经验。但今天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城市导览，所以就没有骑马路。其实这行程呢，就是先让你来逛一逛，改天呢，你要自己来做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的话，你就可以再跟你的同学一起来。无聊的时候可以来走走，因为它就在旁边，整个就很像在深山。天气好好哦，天气超好的，啦啦啦。25披索就可以穿这种服装，在这美丽的风景拍照 ，Pretty right？ Oh my god！ 什么想法？什么心情？我现在觉得我有点后悔穿这套衣服。Maybe you must be try right？OK， 那然后某个原住民的酋长，还有胡须，哇！那 Bill Park 这个地方呢，除了很多有来游学的同学们都会来这边看日出，这边平常也很多菲律宾在地的人来这边做观光，这边看日出超漂亮。不要弄我！